性别平等的意识越来越被重视，有女性认为她的第二性征并不需要刻意隐瞒，鼓励女仔不穿内衣，不再受到拘束。有一个网红在 TikTok 贴出影片，说女性戴不戴 bra 都是个人的意愿和自由，不应该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涉。不过就当她摆脱所有拘束，穿着一件比较紧身的上衣出街的时候，就发现路上的男人一直望着她的胸部，令她觉得非常反感，同埋觉得被性骚扰。从佢其他嘅影片可以见到，佢经常都着住紧身嘅上衣，展露出美好嘅身材。有女网民见到影片之后，亦都话自己曾经试过类似嘅情况。亦都有网民认为，女性唔需要理会他人嘅目光，只需要继续坚持。